大家好，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《真三国无双八》这款游戏里边刘备的结局。那么每一个武将，这款游戏里每一个武将都有自己的结局，所以每一个武将陆续的结局我也会玩出来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将所有的武将都玩一遍啊，那样会花费非常多的时间。我们今天先给大家看一下刘备的结局。兄长，对了。还有一件事要做，云长、翼德，再稍微等等我。各位，听我说，我现在想讲一讲我和你们的父亲一起怀揣梦想驰骋天下的时代。